看看自己一直在雪崩吗？OK， 我们到喽。OK， 我们现在在五岭哦。对，现在这边超冷的，哎，还有点爬不太上来。还有点雪，快融光了。今天还多了一个窟窿工哦，看看自己一直在雪崩啊。很容易喘。好，你今天出来有什么感想？天气很开心。这里很漂亮。等我叫我拍照。拍照。好，我们要离开这边了，拍照拍够多了，我们现在要下去清境农场。我们要去清境农场了，拜拜。现在下山，整个一片都是雾洞。OK， 我们到喽。他说看绵羊秀往下走，那个味道嘚一下就上来了。我也不敢喂，很恐怖，他感觉饿很久了。我不敢，配色，看我配色，跟那个羊一模一样。很像他，超像的。还蛮冷的哦，人也太多了吧。哇，都是人。这边有卖一些吃的，师妹要不要吃巧克力豆？弟弟哦，哎，蓝宝的弟弟今天没上场，他叫做坚尼哦，啊，因为我们蓝宝的羊很怕那只狗，为了谁上去赶羊吃？给羊都出来喽！现在是远距离在做牧羊的工作，这时候牧羊哨就派上用场了。注意看一下草坡的右上方哦。等一下，我们的 break 会从我们羊群的右方，哎，有没有绕行到羊群的后方？先准备把我们羊群给赶下来喽！哇，非常上山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羊直接冲下来跑不跑怎么办？哎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 ？break 现在已经在前面呢，做个刹车的动作了，先把羊群 hold 住。好了，接下来大家仔细发现，牧羊犬正在绵羊开始变慢速度的，而且他们在斜坡上有两片木杆，有没有注意到？现在他们是刻意要让所有的羊要从旁边这边排队通过，全数的羊都通过了，有没有注意到？请大家给牧羊人、牧羊犬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根据他的基本资料，他可能要边下。哎，志美说，他在把它杀掉，哎。
他在剃毛啦，什么沙雕？看一下那个羊的表情，真的非常了得。所以你看这么多年经验，他跟我们可来，我们查一个。所以现在我们考验一下，把你放在眼睛当中去。抓多一点呢、啊。直播。我们要秀场哈，鉴定的时候。吃草草，吃草草。草草就草，不要什么草草。这里全部都是羊啊，所以这个邀请大家也真的务必要配合一下。动物园他们呢？这里雾越来越多了，整个都是雾气。好 ，OK， 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生气了，生气了！请你给我下来！